说到南港展览馆，我有泪，就是坐着一个女生，她居然给我戴沙滩帽，啊，就是那种外拍那种最大的那一种，有那一种。Excuse me， 你要放眼望过去哦，就是七排，就其实真的蛮前面。放眼望过去，只有那么一顶，它顶在我正前面。我都已经坐在那个南港展览馆。不是，而且你们知道那个座位，它不是像电影院一样，它不是后面会高一点的，整个都是平面的。我坐在那个里面，然后我仿佛就是还是在家里听 CD 一样，因为我正前方就是有一顶超大顶的，就是海滩帽，而且你就是。海滩帽还是英式的那种？不是不是，是那种礼帽哦，对啊，竹编的那一种，大片的，最大片的那一种，是这样的吗？你没跟他说，市面可以把请把帽子拿下来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而且我就是一直那样子放眼望过去，想说，哎，怎么样？只有我被挡到吗？为什么只有我好像看不到？其他人都还是很嗨的那边打拍子啊，还是什么的？这很扫兴，就是超扫兴的，不是？而且你真的就会觉得小姐是室内，这个应该要讲。它是造型，可是你又不能太叫它脱掉，因为没有整理嘛。就跟你，就应该好人做到底。应该用大包那招吗？是吧？拿起来，你找胶带一小时，好拿掉。电视，电牛仔帽，电牛仔帽，对，然后往后，然后他不知道，然后哎，快结束，最后encore再把它放下来。好讨厌哦。善意的，你知道善意的，因为那个展览馆比较低嘛，对啊，超扫兴的。